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ST PECC 组的 Leo。 那么接下来呢，由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组在本次展会所展示的三个解决方案。第一台 demo 呢，它是一个应用于储能系统的20千瓦双向的 DC-DC 数字电源解决方案。该方案采用的是 DAB 拓扑，使用了 ST 的 SPEC 封装的碳化硅工艺模块，峰值效率高达98%。这台是一个应用于充电桩或工业电源的30千瓦三相整流电源方案，采用了维也纳整流的拓扑。该方案是基于 STM32 控制器的全碳化硅解决方案。这边是它的主控板，主控芯片选用的是 STM32G4 系列的 MCU。这边呢是它的主功率器件，采用的是 ST 第三代的650伏碳化硅 MOS 和1200伏的碳化硅二极管。峰值效率达到98.7%，功率因数大于0.99，输入谐波含量小于5%。最后这台是一个30千瓦的 DC-DC 数字电源解决方案，同样适用于电动汽车充电桩，采用的是三相 LLC 的拓扑。该平台使用了 STM32G4 系列的 MCU， 第三代1200伏的碳化硅 MOS， 副边整流二极管采用的是650伏的超快恢复硅二极管。该方案能够实现200伏到1000伏的宽电压范围输出，峰值效率高达98%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我们组在本次展会所展示的 demo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来到现场进行共同交流。谢谢。